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安吉丽娜朱莉中露面，穿白裙逛街像拍电影，13岁女儿越长越像皮特。小编提醒，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，添加小铃铛，提到欧美圈的女神就一定不得不说安吉丽娜朱莉了。出道多年，朱莉出演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，远的不说，近两年火爆荧屏的沉睡魔咒就大获成功，不仅在票房上的表现十分亮眼，口碑也是非常好处，并且朱莉的魔女扮相也成为了经典的人物造型，经常会被网友们 cosplay。 朱莉在事业上绝对可以说得上是非常成功了。当地时间6月30号，好久都没有现身的朱莉带着女儿薇薇安一起在洛杉矶的街头购物。当天的朱莉依旧是女神范十足，虽然今年已经45岁了，但是岁月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什么痕迹，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上的气质越来越沉稳了，就像一杯醇厚的美酒，让人爱不释手，一颦一笑都充满了成熟女性的魅力。朱莉一头蓬松茂密的金发随意披散在身后，看上去还有一点点凌乱，脸上戴着一个很大的灰色口罩，瞬间遮去了1/2的脸，手上还戴着一双蓝色的橡皮手套，在防护这一块措施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。不得不说，朱莉的眼睛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深邃又多情，当她看向偷拍镜头的时候，都让人怀疑是不是在拍电影，非常有故事感。身上只穿了一件款式朴素简雅的白色无袖连衣裙，裙面上还用蕾丝缝制出了精致的图案做点缀，让衣服看上去没有那么单调，虽然也有收腰设计，但是并不明显，近乎直筒的款式一看就非常的舒适，裙子的长度刚好到小腿的位置，搭配上平底鞋，显得脚踝越发的纤细了，最后再搭配上一个黑色的包包，黑白两色的碰撞经典又大方，在私服穿搭这一块朱莉真的是行家。13岁的女儿薇薇安身高已经快要超过朱莉的肩膀了，同样拥有一头闪耀的金发，为了方便活动，简单的盘在脑后扎成了丸子头，大光明的造型露出了饱满光洁的额头，脸上同样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，露出的五官跟爸爸皮特儿真是越来越像了，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圆领短袖，胸前还印着搞怪的卡通图像，十分可爱，下身则是一条修身的蓝色牛仔裤，为了造型更加好看，还特意将裤脚往上折了一道，搭配上舒适的平底帆布鞋，整体造型随性简单，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。安吉娜朱莉真实角色，一袭白裙女神范十足，13岁女儿眉眼好像皮特。进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，朱莉和女儿都不约而同地戴上了橡胶手套，没过多长时间就挑选完了所需的物品。母女俩出门的时候，朱莉还亲密地将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，薇薇安手中则拎着购物袋，心情看上去都很不错。安吉娜朱莉久违露面，穿白裙逛街像拍电影，13岁女儿越长越像皮特。声明：文字原创，图片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严禁抄袭，违者必究。文字做花生，请穿搭红黑绑紧紧。今天穿什么景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添加小铃铛不迷路。